这个太平呢，来了解先来讲太平这个经。太平是太皇啊，太皇的经，太皇先生的经，第一个太平，第二无量，第三义从。第三是爱敬，那么太平这个人呢，是一个诸侯，伊了解通调来到这，已经强要无去啊，得去的话是拢无，所以伊自身大家太平讲，好啊做，认真来做，后日呢，通调若落去，咱通继承起来，啊，但是太平这个人呢，伊讲。伊家己安尼想，咱虽是讲今仔日达到诸佛，但是咱是神啊，神不可以复本啊，哦，咱太使去复通了。所以有一个明主的学生问明主啊，讲通风结王法丢丢住，通风结啊不王法丢有这代志无？明主讲。乌团幼稚，讲一人食有一只，一鱼食有一层，层只之形有一一夫，温度一分就易，离温气易分呀。伊讲一人食有一只，哦，做代志无对人倒来咧做，就是叫做差啊差啥啊。一鱼食有一层，做人若要下这个鱼咧行，那是足层顶的啊。足赞快嘞，足赞！哦，诶，这个人，因为赞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功夫尔嘛。赞这之人，就是一个比如讲温度一路调伊，离温至于温食呀。我听伊讲太一个，除我是一个一夫尔呢，无听讲心至于温啊，所以咱了解。所以咱是师傅，就做来出世的，哦，离开老母娘算。三山坡离开万坡岭，咱是西方有做来啊。唔过咱来遮呢，若无心真意，就着来行来做呢。咱后日啊有哪成就一夫呢？伊咱若心欢喜，心真意，就着来做，咱后日嘛是回归咱本来的高位啊。所以啊，只卖一点咱就着来，大家要去肯定，未使无肯定，咱是底下来，当然要回归啊，咱也无。回通完了后，咱就惊子孙，他拢要甲咱当西方，真来开当西方。咱就惊子孙，哦，无遐公公甲咱当地角的啦。因为咱是西方来啊，咱也毋是地角来啊，所以大家拢要讲当西方。但是咱也了解，甲咱甲咱当西方是当地，哦，即咱也心存可虑。所以这个太皇呢，看到这个三囝太平的囝。伊安尼想啊，安尼讲啊，伊嘛逐天就甲因老爸讲啊。啊，太平嘛无，哦，因老爸呢，太皇嘛无讲太平安尼唔对啊。伊也感觉伊有原则啊，对啊。哎，看到机枪呢，啊，看到机枪，来看到阮龙因老爸呢，阮龙老爸就跪咧，看到阮龙因老爸生着阮龙，安尼伊讲爱一个。未来呢不得了，所以还所以呢，这个太皇就想讲这个位要来传落，传落这个贵爷。啊，不过贵爷是第三件啊。啊，过去呢就是讲所有的地位拢传落中主啊。那么太平知影因老爸为难啊，所以就叫小弟兼弟小弟，哦。中央唔中，那呀，伊就带了出去啊。暗中就讲起要去采药啊，啊，吹南风，啊，怎啊出去啊？啊，怎啊出去就无转来啊？哦，所以伊有三义天啊，将伊从这天啊来将我这个啊，用这规律啊，啊，伊了解因老爸的意思，所以伊要。哦，先传恁老爸，给恁老爸完成伊个愿望啊！
规日要出去，所以伊嘛无法度啊，来继承这个地位，后一个传扬文王啊。但是手表呢，到迄个时阵，到一到文王结束，到武王当王掉，哦，二大前辈啊，到武王当掉，哦，这个通王呢，通掉到底要结束，哦，通掉到底要结束，所以咱这个太平的这个代志，简单就是差不多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太平呢，孔圣时代俄罗太平。是一个圣人啊，以可为至极啊！伊这个人呢，不得了啊！哦，荣威、荣国，甚至呢，完成因老爸的哦，因老爸的看法，啊，向兴上帝做娘哥的人，做小弟啊，天哪，敢要从安尼人作少啊！哦，所以三义天哪叫。林武德之清言，但个人迄个时阵，伊唔爱互知影嘛，无啦，知影伊个情形啊，伊个心境就是安尼啊，所以唔知个对对牌倒落出来，啊、哦，安尼了解，啊、哦，咱真是啊做一下做一下做，你人都唔知咱老要紧，咱去做，认真做，哦，咱无为咱无为要紧。咱这修行学道，就是欲超生了死入座，哦，来建立咱过去历代所做的过错，来完成咱的过错，哦，啊，是等来西方啊，咱唔知道这欲做咸做甚物样，这是欲教人甚物样来事，真正，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会使无了解，啊、哦，所以话呢。命令了后，无认真做，命令是无用。了后命令了无对，讲一大堆是是非非，迄敢是需要安尼，咱来去学体会。迄比无实用的人较强调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，忍中而得万金，就怎样讲？事不可不奉的，忍中而得万金，以为基因不能中和。树以何以不也惯乎？那你去嘛，你那去打一打打，哦，打一打打，那你直接不作当啊？人有基因，有当无当，不也中乎？打个吊死打死呀！哦，所以大家认真来做，大家认真来做，所以呢，孔圣人对个人行为。方面的德行最重要、最讲究个个好地理上啊，孔圣人德功啊，足重要，就是讲好地甲理上啊。所以汉天地先讲三公两爷，来年后有主就出来讲啊。啊，有主讲这物件是孔圣人要讲的，地主入则好，出则退，近之信，远爱敬。以亲人行有鼓励，这是学问。修学道人最重要啥？入则孝，老爸老母生咱遮尔大汉，爱咱哦，入不过来给咱十个月哦，是咱遮大汉的功劳，遐尔大，无以后会使吗？所以地主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出外出去一定要有长辈啊，咱提刀来做会出来啊。哦，提刀来做会出来，有才能是来做人啊。敬之心加姊妹上，做伙来敬心，才有信用啊。凡爱讲，遐个姊妹拢是小女的，爱公婆的事啊。哦，凡爱讲，而且呢，咱得少一点亲近有亲德的人，而亲近你呢，里面人咱不足的所在，行有努力。即先做出来，有时间咱过来学问下。哦，即才是咱真正重要的事。所以，孔圣人最重视莫过于好地理上。太平四不亲，其义道得以实现。哦，无太平呢，是烦恼病。
诶，即意图、心意，甲伊想要未来要行路，会当实现啊。由兄弟从国完全做到了在地甲内容啊，兄弟诶，即个从国呢，伊做到好地做有出来，甚至内容做有出来，所以孔圣人呢，极力推崇伊啊。所以孔夫子呢，足摆极力学了太白啊。孔圣人伫《论语》内面，伊将心的学了太白。哦，甲比喻甲俗济啊！哦，伊讲去西天啊，西天啊，帝王就八里啊。想着这天啊，王位的那亲像穿一双目镜啊，哦，就我都发个放在个房里啊，人世间无啥货，哦，来了解。哦，所以用。请用字号字经两字，用字经两字来学了这个台别啊，可说是推中必至之思路啊。而且讲这讲这两句字典，推中必至的一句话啊，也真思路啊。因当时太公亲爱小主贵烈啊，啊，因太公呢爱这个贵烈啊。虽然老生这第三，虽然老生这贵个啊，像团队可以啊，而太别人亲力无疑啊，太别人深深了解因老爸意思啊，有先利息，一心不计心计，所以用早就走啊，用早就出去啊，就有一个地方讲你采药啊，就通出去啊，对南方进来去啊，那是甲武王哦入国了后，当伊请出来啊。去南方请出来，哦，大家封了就封闭五国啊，哦，封闭五国啊，所以咱了解，咱了解。苏太公不得意而传为国贵烈啊，所以雍正呢，甲第二个呢，甲吴中两个拢走了后，哦，太公不得意呢，才传为这个贵烈啊。贵烈也不得意呢，而做了国君啊，贵烈呢。伊做国君嘛是不得已个啊，伊做了国君，始终有很多用国之节啊，所以太公呢，后甲尾拢拢无很多了，伊唔爱做，会真吃香啊。伊将现无主子，伊将现他无资格啊。伊若有知影安尼，人就讲伊老爸过世啊，有灵不知无主兄弟之情谊啊。请结婚会啊，经结婚会啊，哦，伊不但安尼，佫会当保持了因爸仔囝、甲兄弟仔的这个情谊啊，爱的形式啊，所以些有形有质的物件都砍掉了，我唔知啦。不素人知道伊是一个好主人样，哦，不太别伊安尼做，哦，伊是一个好主人样。但是伊是唔爱让知影啊，唔爱让知影，伊是一个好主人样啊。亲像咱正时人都着担当啊，做足侪，咱唔是咧做让知，但拢唔知咧，唔知咧老爸。哦，他其实第三方面嘛，人不利己不闻贵，闻诸侯。是都是咱家己一个人啊，要超生了死啊。哦，咱唔知影袂紧。哦，人不利己不闻。人唔知咱熬，咱唔讲了哦。你讲我做这几年都唔知啊，安尼就无啦。哦，此人也不敢敢擦了太平之义气，之将国之贤为啊。迄个时阵的人呢，嘛无了解太平会离开大家，是要将国的贤为啊，是要让这个国家哦归入的这个贤为啊。所以呢，孔子家有积德，又来赞美太平。所以孔子呢，讲孔子呢，他有这积德能力，啊、哦，来赞美叫赞美这个太平啊。啊、哦，也佫讲民无德之千年，而且讲民，啊，唔、哦、知伊的德行到底是啥，伊在做啥物，他还学了啊，人拢伊拢袂用知。哦，阿妈，大家
拢唔知影是做啥物。如正如站这个桥法，民无聊名言，那亲像就是亲像风烛在站这个桥底啊。哦，伊容易吼顺地啊，啊，伊无上地，这个地位啊，传到因后生啊，容易顺地啊，所以民无聊名言，啊，大家呢拢唔知要去对台学了啊。是中央极端倾倒的话啊，这两句话呢，就是讲等于一个地方真正真极端的一个语言啊。孔子对贤弟从国之各方良将如此轻容比之啊，有一番的用心。孔子呢，对贤弟咱从国，伊个经营不是正常咧间断尔咧。你看我较早嘛是人咧间断咧，唔过孔子对于太平伊一款中国的这个各方的了解啊，如此来形容彼此啊，如此来娱乐，也来使我后来人了解啊，有一款的用心啊。啊，当时呢，因当时因在中国。新主篡位的用夺空气嘛，真盛啊！迄个时阵，天地正国啊，新啊，新篡位啊，新篡位的位，篡本的位的，啊，这夺啊，用夺的空气嘛，真盛啊！所以这名甲字呢，就不是正大安尼，就国早有这个经营啊，啊，所以咱对个了。为了转移风气，使他面向我中国之人风移去啊！为了要转移，转移了这个风气，使太平这款人啊，这个中国人哦的这个移去啊，慢慢啊，互人去解了解，慢慢啊，互人去解尊敬，以消灭天下争夺之祸乱。甚至写出来、讲出来，予大家兄弟看、兄弟姊妹看，当看迄个目标，吼，看目标，去了解天下干到啥物人要争的呢？咱规个国家都唔啊，他有啥物人要争的呢？咱去了解，予天下干的人会当消灭的逻辑，哦，消灭这个哦天下争篡的这个祸乱。岂不正是孔子救人、救人生、世道的一番苦心哦？一句话写在遮，就是要让咱了解苦心人救人啊，世人的这个道德啊，救这个人生世道一番良心。所以孔子呢，有了要所有的姊妹真正会当回去，圣人就是圣人，用尽苦心。用尽苦心啊，要予咱真正会当转去，正安尼行会当转去。所以，现在我们在来吃啊，哦，今仔个得着多，啊，过来得学，但伊用过来要看，班得要参的，啊，转去了后得要反省，亲像亲子安尼，啊，很空性的。以前这学者来讲啊，尊敬自己三圣，体验自己素温，哦，尊孔子是素舍，哦，敬自己三圣，我日为人，我日不忠哦，不平的高也不行哦，还不行哦，敬自哦，修人天人无主的素温，啊，无力不息，无力不言，无力不听。无力不动，尊孔子之素舍，哦，孔子的规正第二章，哦，讲四三别一言立百之外，素舍，啊，《诗经》三百空八章内面一句话来形容，咱的思想不四尊，爱建立咱手卡，咱的念头唔能有舍念，你莫想讲。我伫我心里想尔，无人知哦。啊，人讲。
讲人间事物，天分从何来？哦，咱的心在想哪话，无迄个人唔知，哦，无迄个人唔知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慢慢来去体会。咱要安怎行？咱到当我都能放下了后天这担担，哦，来担先天的东西，都是靠经历。哦，我这本书免你和我讲。哦，要为前靠以前是后天的掏钱，我若趁得来做，后天的掏钱。今日去前靠以后，你先天的爱去掏钱，后天一头都去后边。哦，咱讲先后平衡，到讲何时哦何先平衡？即卖前靠以后爱先后平衡，先去掏钱，安尼咱就行。咱的人生，咱就这价值观，咱就这走出来。你何天做？你到先天到高位呢？你何天无做，先天要到高位，一定的道理啊！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这再三甲咱叮咛，甲咱告诫，何天这是暂时的，几十年尔。你回头来看下，我当时安尼甲想，你只只做囡仔来吃，你只只来做囡仔。阿钱就八十岁了，我今年八十岁了。啊，其他人讲八十岁拢做老啊。阮遐一个姓黄姓黄，哦，因咧黄家族，黄姓家族一个元老伯，阮拢叫元老伯。七十六岁，咱就到点啊，就安尼拼啊！哦，元老伯啊，今年七十六安尼，阿钱少，阿钱少，就阿钱，你要八十啊？今年七十八啊！哦，咱了解。要讲何久？那些我也是拢是讲要讲何久？哦，啊是趁咱钱啊，到底一口肥啊咧出的时阵，咱就讲要咱做咩？等候你一口肥唔来，讲要来做，咩？啊，我即个讲要再唔到，要好干就是好干。哦，所以何久唔咱在做是非常大事。哦，看较开的，后天看较轻的，先天看较淡的。哦，安尼。这样人生到一个目标，哦，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多多益善，感谢感谢。谢谢啊。